家好，今日同你哋分享蒜泥白肉。咁呢个猪腩肉咧，我就琴日响街市买嘅，600克，买咗4英镑。咁呢个蒜泥白肉咧，其实用猪嘅后腿肉做就比较适合，不过我买唔到后腿肉，所以我就买咗嚿猪腩肉。咁另外有少少姜葱蒜嘅。我哋俾啲葱啦、姜片啦，同埋一汤匙嘅豉酒。咁先煮滚呢啲猪肉先。咁如果有花椒嘅话咧，可以俾几粒花椒落去，可以辟一辟嗰啲腥味。咁水滚以后咧，就转小火啦，煮佢半个钟。咁呢个猪肉咧，就由佢喺度摊冻佢。先磨啲蒜蓉调一个汁，呢啲蒜头咧最好可以用中蒜头嗰啲蒜扣磨烂佢就最好。咁呢个蒜蓉放少少盐，好少就可以噶啦。傳統的蒜泥白肉咧，會俾八角、桂皮、小茴香等呢啲香料，加黃糖、生抽去熬製一個咧甜豉油嘅。不過我今日咧就唔熬製啦，咁我就自己整一個甜豉油出嚟啦，俾半湯匙嘅糖。半個湯匙嘅老抽。1.5汤匙嘅生抽，将呢个甜豉油加埋落去啦，咁再加埋呢个辣椒红油，再加少少麻油，呢个猪肉咧我就已经摊冻咗，咁就可以切噶啦。咁呢个猪肉咧要切得好薄嘅。呢个我已经尽咗力噶啦，
撒翻一啲炒過嘅芝麻，咁食嘅時候咧就撈勻佢啦。